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占星师和塔罗占卜师 Grace。今天在这里主要是想和大家聊一聊木星。在神话故事中，木星与天神宙斯有关，因此木星是幸运之神，对于生命保持着乐观、积极、正面和充满希望的一个态度。木星落日的星座暗示着我们对生命的信念。世界观，我们追求的人生的信念、信仰和梦想，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扩展、冒险和成长的一个方式。而木星落入的宫位，则代表着我们比较幸运的生命领域，但也可能会因为被木星触及以后，带来着一些自我膨胀和自不量力，从而会受到了一些挫败。这让我想起赫姆·奥尔布莱特的一句话：“正向的态度也许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却能打动许多人朝这个方向努力。”尽管如此，被木星触及的行星、星座以及生命的领域，我们仍然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一个保护。通常不必费太大的力气就能把事情做好，而获得成功，或者是获得幸运。这与木星所带来的幸运、乐观、积极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。木星触及的行星和宫位里的事物会让人变得特别慷慨、仁慈和宽大。木星会使我们得到比想要的还多。木星与金钱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，但却让人觉得富足。同时，木星还会带来扩张与不满足的意涵，因此会让我们产生很多欲望，总是期待很多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木星会比较正向的引导我们渴望进一步的探索。在8月11号，木星离开了狮子座，进入处女座，开始了为期1年的处女座旅程。木星进入处女座以后，与狮子座不同的是，处女座为土象星座，更加讲求的是秩序和纪律，强调通过一套正确的、有秩序、严谨认真的理念来服务社会。而木星在狮子座的时候，会让人变得特别自信、乐观，积极的帮助别人，并且喜欢去为别人伸张正义，同时也会渴望去展示自己的才华。当然，展示自己的才华的同时，也非常容易被周围的人接受。而木星在处女座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良知的位置，主要带来的是强烈的工作伦理，而且也会让人确信良好的服务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一个人的本命盘中木星处于处女座，虽然这个位置是一个弱势的位置，但是这个人可能会是一个喜欢做工作，或者是做很多工作，以工作为乐的人。同时，他也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机会去远赴海外工作。高远的木星在重视细节、自律、实事求是的处女座，反而可能会在实际的事物中体验到宇宙的真理。其实反过来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再高远的人生理想和追求，不也要通过踏实细致的过程才能够实现吗？即使最后我们成功了，站在人生的最高点，但是回到生活以后，每天还不是一样，要把每天的生活秩序整理好。就像每个人每天都要洗澡、洗脸、刷牙、打扫卫生一样。如果你的太阳在处女座，那么木星会在你的生日前后与你的太阳合相。那么这2周，也就是说你的生日前后的2周将是非常幸运的时间。另外，太阳在金牛和摩羯座的，在木星位于处女座这一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年。金牛座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机会去尝试拓展人生的新高度。而受到土星守护的摩羯座，则在这一年会过得相对来说是轻松愉快的，会比较多的一个机会，进行海外的一个长途旅行，拓展自己的视野。
好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Good night。